现在的温度是3度，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排云山庄。排云山庄在它其实盖是在日本时代就盖好了，对不起嘛，因为太冷了，讲话有点坑坑巴巴的。它是新高下避难所，在日本时代就有了，后来它曾经经过几次的改建啊，也经过也曾经做过那个警察的住宅所装装的。不过现在最主要的呢还是它是从塔塔家一路要到八通关古道，要经过那个玉山主峰的仅有的一个避难所啊，等于是一个歇脚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它的标高在海拔340.02公尺，哦不是，对，我刚才就跟你说过了，这个缺氧都会产生一种坑坑巴巴的现象。海拔3402公尺，那现在是3月天哈，通常气温都会在0度左右徘徊，实在是很难想象那些热爱高山的人还要爬圣母峰是怎么想的，在这里呼吸都有一点点冻结住了。那它叫排云山庄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哈，因为这里一直都会有一排云存在。往下看，它是一个峡谷哈，它是南子仙溪，南子仙溪是高平溪的源头。那天气好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落日。那所有南部的饮用水呢，其实有可能都是从这里下去的。但是现在有一点点黑压压的，那我们何不用另外一种感情？比较像诗人式的感情，来体尝一下排云山庄的感觉。排云的清晨去尽无风，在此之前准备攻上主峰顶抢看日出的山友，将整座山庄喧腾得有如早市。极静后的排云是一幅雾中风景，不见透彻视野的弥漫，黑白的过往影像中急闪过一幕幕旧时的浮光掠影。这栋坐拥在湿雾迷离中的建筑可说是台湾高山中设施最完善的高地山庄。对照排云的前身，历史老人在这里稍稍做了改变。位居主峰下藏身在冷山林中的新高下住宅所，建于日据时期的1943年。民国56年，林务局将原有的木造建筑重修为砖造平房，可容近百人歇宿。添了人烟的山林惊走了许多原始住客，却也吸引了一些前来觅食的精灵。在山鸟中，金翼白眉的体型算是相当硕大，白色眉斑、白色腮线以及耀眼的金黄色羽缘，金翼白眉鸟如其名。这种普遍在高海拔山区活动的留鸟属台湾特有种，在山屋附近经常可听到它清亮的哨音。高山是金翼白眉的最佳秀场，排云在飘忽的光影中已吞云吐雾了数十寒暑。趁着宫顶的山友尚未返回前，偷享了排云的片刻原始。刺骨的冷冽隐隐逼近，冻结的空气，凝结的温度，今天肯定看不到日出。
虽然我们的表情是僵硬的，可是我们的内心是澎湃的。按照这样的天后呢，上面的挑战想必是非常的坎坷。我想我也不需要去问大家，对前途有些什么样的观感？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身负一个重任，这个想必比当年送给岳飞的，不是岳飞啊，岳飞的秦桧送给岳飞的12金牌还要重的一块金牌，就是这一块金牌。我们当然不能代乎了人家给我们的任务，不管状况再惨烈，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海军陆战队、两栖征收队，通通凑在一起。我现在呢，把这一块金牌，就给它安放到我的包包里面去。拍多久？还在人在，拍完人亡。要记住哦，各位同志们。抢救的时候，如果出事，抢救的时候要救牌子，不要救我。等下会越过那个风口上面，那风会非常的强，可能大家那个这样不好了，把你推走。林先生，人家在用吗？前途未卜。不过因为。里面虽然掺杂了一两只菜鸟，不过大部分都是经验丰富的啊。那还是那句话，不是山高是人渺小，所以也许应该把自己的斗志燃烧起来。同志们，走走，没人动，燃烧。等一下呢，这个云抬走了之后呢，天气就会晴朗一些。我们希望如此。要不然呢？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将会非常的壮烈，所以你先要往古时候的新高山，也就是现在的玉山前进。又开始了，又开始了，这是命。日人聚台时，在台湾的山林中设置了数十座的修破所，新高下避难所、前山避难所，后来改称为修破所或宿破所。在番地入山者宿破所的报道中，将番地登山的住宿地点及费用汇整制表，其中几处可号称山中的五星级饭店。修破所在历史的轮转、交通路线的变迁中，命运各有不同。如排云一般依旧行驶着避难功能的，并不多见。当年内太鲁阁道路上的八达岗修破所，如今只见静卧古道上的一朵墙基。这样的树木，我就要毕恭毕敬。请问，冷山先生今年贵庚？你帮我拿，也许他有一点迷迷喃喃的耳语要跟我说，你们听不到，用心才感受得到。我仿佛可以听得见。从明朝以来就有了一种信息，那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说朱元璋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冷山先生可能已经在这儿，但是正确的年龄冷山先生不肯透露。也许我们可以找专家呢，为冷山先生补充这一点。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大概在排云山庄上面一点，
现在大概在350，我每次都讲错。白云山庄在上面一点点，3500公尺左右的高度。那冷杉呢？它因为长在比较高的地方，它的特征呢就是非常的笔直，大概有平常都有可以超过25公尺左右吧。那它的生长高度都差不多在3000公尺，然后以上到3500左右，所以因为比较不容易砍伐，所以他们保持的比较美好。材质致密，如比书天的冷杉，几乎每株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迷雾在冷杉林中川流弥漫，山有旅人欲染在如烟的蓝雾山水中。忽近忽动的墨色，渐远渐清的线条，蒙蒙静谧的阴郁水气，不见声色，却又异常分明的淡抹住风尘仆仆。烟雨龙树的禅境是台湾分布最高的常绿针叶乔木，冷杉渲染出的意境。当雪季来临时，由排云绵延而上的冷杉纯林，粉妆玉琢出一片银色圣诞。生长在冬季雪线上的台湾冷杉，枝桠因受到雪的重压，呈现出下垂的姿态。有学者认为，这也是植物在面对艰困环境时顺应发展出的求生法则。重雪压出了冷杉的谦虚，却也将高寒气候下极易丧失的水分覆盖涵养在冷杉体内。大自然以其自身的应对进退求取生存，而高山上的原住民族在常年的山林奔驰中，自也识得了其中奥妙。邹族是玉山山块的原始住民，他们深信祖先诞生于圣山玉山之上，而今每一次的玉山来回对少侠来说都是一趟朝圣之路。这样的天候在少侠看来是家常便饭，但为了顾及体能参差不齐的我们，少侠一路上和邹的天神喃喃私语。那出发之前，我已经跟天上的阿公打交道了，希望他能够我们登上顶了以后马上开，一定会了，要有把握，要有信心。好天气固然可期，但坏天气却也不尽然是诗。高山上原本的视野辽阔，却也因为白雾密笼，毫无能见度可言，但也因此让我们的脚步沉淀下来，留下足够的视野空间去专注容纳眼底景物。山脚下的千丝万缕似乎逐渐理出了一条线头。你看，我们一路从白云穿过森林，穿过冷杉区，然后呢，现在到了这个碎石坡，你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呢，海拔高度越来越高，然后呢，各式各样生物生长的条件呢，也越来越严苛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植物呢，就不会再像冷杉区那样子非常的高挺，现在的地表的大致就是一些匍匐在地表上，然后被风吹的。已经走样的了，看起来他们就是这样，感觉是匍匐前进的。还有旁边那是杜鹃吧，那边是玉山圆柏，然后那个是玉山杜鹃，对，就大概只有这几样坎坷的坚毅的生命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长。森林线吧，对，这是一个界限，森林界限上，我们进入森林界限上，这是一个，在往上就不会有高大的植物了，在往上呢，就要越向大自然低头。我们也将越来越辛苦了。森林界限以上是玉山圆柏的大本营，山径两侧盘球匍匐的玉山圆柏，
在森林界限以下生育环境较好的避风处，同样也可以长成巨大乔木的英姿。这种又称为相亲或相搏的玉山圆柏，另以一种矮盘灌丛的形态蜷缩在气候恶劣、风力强劲的环境。这些因雪压和风减作用无力增长成大树的矮盘灌丛，其生长姿态的变异是台湾高山生育地的环境指标。其中以单株独立姿态孤挺于峰顶绝岭上的玉山圆柏，根系裸露，肌理分明地纠结脚扭出一股荒寒中的生命张力，在人类足印不易到达、一般植物也难以生根的缠岩围崖上，有力的风骨、优美的树形是高山摄影者的最爱。经常和玉山圆柏伴生于岩系地中的玉山杜鹃，在风化剧烈、极尽冲锋的酷寒环境中，以叶表上粗厚的绒毛、反卷的叶片拓殖生命的极限。这处必须大口努力呼吸的碎石坡上，乍看毫无生机，但只要七八月的季节一到，引入地下的生命将奋力一开，摆出耀眼炫目的高山花宴。植物有着各种尊重自然和自然和平共处的机制，脆弱的人类只能依赖着一些指标和数字。主峰14公里，那个顽皮鬼，那个顽皮的小孩把它擦掉的，把那个头砍下来插在上面。哈哈哈哈，哎，你嘛讲寡话咧，你都默默耕耘，那个帮我背东西，我实在是罪孽深重，我就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唱首歌吧，给我唱首歌。对啊，我能呼吸就不错了，你还要我唱首歌？唱首歌可以消遣消遣，还是不一样的。小黑上过《圣母峰》。这个时候只有牦牛才唱得出来，我觉得牦牛，我们唱个牦牛歌好了。哼几句吧。嗯嗯，牦牛歌。1995年，小黑和老麦参加了圣母峰远征队，在历经3个月的跋涉后，他们将足印亲吻上了8000公尺的世界屋脊。当7000-8000公尺的群峰都成了眼底雪白的江山时，他们最思念的是千里外那个只有3000公尺高山的绿色小岛。小黑和大侠选择走一段人生中并不惹人注目却令人敬畏的任重道远路。面对即将到来的艰困挑战，或许就如寡言的小黑所说，累了唱首歌吧。高山上经常可见色彩泾渭分明、互不逾越的绵延林带，这是生长在山坡凹槽地或棱脊上的冷杉，在树木生长的上限和玉山建筑形成的森林界限。这是路段里面最危险的一段哦，所以讲话要小声一点。大家都知道雪崩就是因为声音太大声会崩下来，所以这是整个碎石坡的最上面的一段。这边是铁链，铁链是一般是下雪的时候拉着上去的。平常我们就走之字形上去哈，那上去就是风口了，应该算是玉山路段最难走的一段。听说是意志力的路段，这段是要靠意志力来支撑的。你觉得我的意志力还剩多少？还蛮多的。真的吗？你的结果？一定可以的。非上去不可啊！不然把我丢在这又怎么办？意志力阶段。
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已经决定顾不得颜面，要四肢并用了。你觉得那个链子可以信的吗？我这最近才装的，好粗、哦。越来越大，那个链子上去是什么？上去就封口了。风强啊，气温又低啊。从玉山气象站的观测中，可以得知玉山地区的雪季从每年十二月到隔年五月止。走在墨雪的山道上，生命显得单薄，思绪逐渐分歧。唯一庆幸的是，浓稠的雾气构成了一道天罗地网的屏障，让我们的视野所及不见险象环生，只见一路到底的扎实链条。想不出这个链子是怎么弄过来的。救命的铁链条和铁栏杆一换再换，却依旧经不起强劲气流带来的破坏力。过去几年，任职于玉山气象站的大侠，就在风口的这段路上抢救下许多生命。尤其每到隆冬，碎石坡积雪严重，有时甚至将铁栏杆和铁链完全覆盖，不见路基。相当于中度台风的风力，再加上高山上的风寒效应，很容易导致一些装备不足的登山客失温或失足滑落。这段通往风口的咫尺山路上，也有着许多大侠来不及伸援的遗憾。对一些第一次攀登百岳就选择玉山的工作人员来说，除了震折于大山的威力之外，更十足地领教了大山的气象万千。这想必就是岔路了，对吧？人不是机器做的，但机器却不一定有意志力。我们讨论着上不上主峰。你看主峰，哎呀，没有看到，刚刚开了。对对。这主峰比较像啊，这样好吧？好。这多少公里？大概正常大概15分钟。15分钟。那我们大概走。OK。好。到了。最后一段了，成功了，还是成功了。高海拔气候造成的风化侵蚀，形成迷雾尽头一泻千丈的碎石坡景观。步履艰难地踏足在台湾生育地的末端，我们试想着早年登上玉山的先辈是踩着什么样的节奏和心情。究竟谁是登上玉山主峰的第一人，目前仍是台湾登山史上的一段罗生门。但对爱山成痴的山友来说，山
永远站在那里。小黑说他在圣母峰从8200走到8800，走了9个钟头。但是我问他说最后10公尺吗？实在想不起来。至少要走到什么时候？10公尺走到30分钟。走三步就停一下，走三步就停下。登顶前的刹那下起了冰雹，一国山外又有山，唯此山绝为独尊。峰顶上响起了人类学者鸟居龙藏的登顶绝响。常常我们都被问到说，比如说我们去了一个遥远的目标，或是达成了一个人生的目标，或者是攀爬上一座高峰，应该会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其实这几年来我想的比较简单，总是觉得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停下脚步去欣赏你脚底下的那一片事物，还有那一小块石头，那一小粒沙。所以当你问到说当我登上个台湾最高峰的时候应该有些什么感想的时候，老实讲我就是有点空白。因为突然在那一刹那之间呢，让我想到说那么多年的征讨征战，在这个圈子里面的斗争，这个与我诈经济的流失，亲情的流失，有很多收获，可是失去的好像也很多，所以也许我应该想想下山之后这算景点，我在感性。镜头，看不见。镜头都雾掉了，看不见。Action。你问我说，登上了台湾第一高峰，应该有些什么样子澎湃的想法？还是这样？现在没有。反而有一点，觉得应该在下山之后呢，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人生。花太多时间在攻击这样子，也许以后应该多花点时间来品尝，然后多注意一下身边的人，多注意一下身边的事物，就是在登上玉山顶峰的时候，有一种沉寂平静的想法。站上台湾高山世界的最高处，迷茫的天际，一指时代变迁中被立在最高峰顶的石碣，凸显出玉山在台湾人心中的地位。
日本人认为山顶是最接近上苍的地方。日据时期的玉山顶设有新高神社，供奉山神玉神体。神社内置有一面镜子和装满来自老农溪的清水。登高必能望远，民国55年底，玉山长高了5公分，一尊于右任先生葬我于高山，望我大陆的立像，将玉山推向了4000公尺。光复后，峰顶设有避难小屋，以因应像今天一样的恶劣天候。下面一点的地方是往北峰跟主峰的分岔路，那个地方是风口，风很大，不可能站在那里露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借酒。我们刚刚上过主峰了，那现在呢一路要下去，等于是一个三叉路口，所以我们要下坡，然后再一点上坡。那主北峰，玉山北峰呢，在不远的2公里处，号称不远，但以我们这种散兵游泳的，估计起来应该是3个钟头怎么样？我个人是4个钟头啊，比较悲观。好，我们现在就往玉山北峰，这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出发。以海拔平均每上升1000公尺即降低6度的推算，夏季时由平地上升到3000公尺的高山上，可能只剩下10度。再加上风强雨急的助长，温度甚至再降个5度，这就是所谓的风寒效应。此时若没有做好保暖御寒的措施，就很容易产生高山症，甚至严重失温的危险。神哥，你怎么在这边待多久了？我昨天晚上来太晚了，实在是太累了，所以我就直接爬上去就睡了。然后我听工作人员说，你早上5点就开始起来工作。我有听到那个闹钟5点一响，我想起来，想把这个门牌赶快拿给你。是我又睡着了。6点又一响，我又再来一次。现在第几响了，我已经忘记了，所以我就不管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快一个钟头了。电棒啊！对啊，我们在阿里山有联络电话嘛？对，我请你帮我放洗澡水。有啊，都已经暖被了，被子都暖好了。我们这个是这样子哦，因为我们从中视气象台一路，是你从这里发出去的信息，然后经过阿里山气象站再转到台北去嘛？对，所以我们就是倒着追回来的。哦，可是呢，辛苦，我们有一个心意。听说就是从民国32年，对，等于是59年以来呢，气象站都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定名或者是一个门牌。这个门牌哈，是前几天我们路过那个阿里山，就是你们的办公室那边，赖主任呢交代给我们背上来了。我们知道说你们这一条路应该是，这里是全台湾最高的办公室嘛，对，所以你们到阿里山这条路应该是全台湾最长的上班的路程。那你的最高纪录是走多久？8、9个小时。8、9个小时。大概9个小时。有陪长官的话，有走过12个小时。我目前是2天2夜啊，我已经很欣慰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去哈。那赖主任也交代我们说要把这个门牌，我就
一路是排在人在排亡人亡，不敢怠忽。我还教导所有的同事说，万一有事情的话，先救牌子，不要救我。我终于达到这个任务。那我们现在就要把门牌给它挂上去了哦。谢先生可是摄影高手，所以他的构图是很重要的。你觉得应该构图在哪个位置上呢？南投县信义乡一山北峰一号，还有邮递区号哦。如果你要写信给谢先生，不要忘了邮递区号是5556。脚踏实地地走上这栋全台湾甚至东北亚最高的办公室，在历史的风起云涌、峰顶的四时更迭中，他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在这边每天都几点就要起床？4:30、4:50。那现在算是一个钟头。没有，那是最早的一次。然后出来就是起来就是要贯彻。这个是我们九点每天九点的这个量什么的地管温度，这50公分的温度，目前是5.5度。地下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地的温度，对，地中50公分的温度，地中1公尺的温度，1公尺的温度是6.7嘛，这五点几嘛哈，所以是越深的话温度越高。比较温暖，比较温暖。然后再来看这个地方，是地管中温度，它有地表温度跟潮温。这个就是地表温度，地表温度。现在我们的地表的温度大概就是，3.几度。三点几度，放在潮上。50公分是5度，1公尺是7度，所以越深的话越暖，越温暖。温暖一点的，对。啊，这个是潮温。潮温温度一般是最低的，所以只有1点几度，1.2，所以我们在高山哈，这个潮温哈，其实在户外哈是最低的，所以你露宿外面你会变要碰潮，不要碰潮，要隔离。像你坐在那边等的话，很快就变冰。这个对我很重要，因为我们喜欢游泳的人哈，哎呦，这边的紫外线几乎都是危险级。因为将近4000公尺嘛，然后大太阳的话，哈，几乎云层都在我们的底下，都是16、17，还到18。我们平地的话，大概到10的话，哈，就很大了。那我们这里都17。所以在这里做日光浴，很快就会，很快就会得皮肤癌。但是气色都很好，很快就会得皮肤癌。快得皮肤癌。北峰玉山气象站内的任何建物，都有着一段比平地物资运送更来的辛苦的历程。从离岛气象站到高山气象站，天鸽在3850公尺的高落差中走上台湾最高的气象观测站，且一待就是8个年头。不论是人工记录的观测数据，或者经由自动测报系统传输进室内电脑的作业，都在每天清晨5点开始，晚上9点结束。三位轮班人员常驻北峰，平均一个月轮替一次。所有输入电脑的观测资料会经由微波送到阿里山，再发送到中央气象局，每天担负着测报台湾高空气象的任务。这个时间的话，不管是任何一个气象站，都同样这个时间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大家都收集以后，所以就没有国界了，就没有气象是。从什么民主共存的时候，它就没有国界，大家都是互通用的，都可以互通用的。所以就是说，你上在一个版面上，大家都可以抓下来。哎，都可以抓下来，可以去知道说玉山是什么天气。我的理想很接近，就是没有国界的世界。这个日子我跟你天几比好了，这个叫做天鸽，天鸽流眼泪，笑不了吧？对，天哥今天本来会直升机来接班的，然后顺便把我们的病号给送走。我刚刚实在很想装病号，但是呢，看这个能见度，50公尺，云高零。今天是天哥留言的纪念日，直升机不会来了，不会来了，不可能来了。这个月不来，下个月也不会来了。不会来了，不会来了。
要用走路的啦，我还是要用走路的下山的。你还是要看着，不然我们怎么办呢？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为了替云嘉地区的军事机场提供准确的高空气象资料，日本人于1943年选择将新高山气象站建于偏远的北峰上，光复后陆续改称为北峰气象测候站及玉山气象站，原有的木屋直到民国89年才脱胎换骨，全新的钢骨让这栋全台湾海拔最高的建筑成为了玉山群峰中的崭新地标。这段睡变的过程，对面的主峰全程参与。情感联络中心，这有一个很可爱的火炉，是不是？对，就是这样的朋友都会聚在这里。这些人是假人吗？完全没有表情。哎，你们是人类吧？应该是，应该是。那这个火炉大概就不大够。有些老朋友，这些新朋友哈，这是我们的方式哈。对。我在想，你们都是。都是老朋友，我算起来算是最新的哈。那我们不会太严格要求说你们凑在这里，然后晚上都做些什么事啊？那我知道你跟那个大侠是老朋友嘛，你在这里待了7、8年了。那大侠这几年来都是这样上上下下的，帮了很多人的忙这样子。前阵子听说他要休息了，封山的，结果好像要蹦出来了。就是你们把他带过来的、对，所以我很高兴啊，你把他带上来。有没有这几年这样？在接近零度的3850高山上，我们从大侠和天哥的重聚中找到了一个答案。天寒地冻的朝夕相处，艰困环境中的彼此扶持，互相付出高山上难得的温暖。原来长期以来，他们各自拥有着两位排忧解劳的心理医生。一位是休假下山时可以重拾天伦的家庭医生，一位即使多年来可以坦诚相见，可以同哭同笑，甚至在极静的高山上可以倾听到对方心跳的彼此。什么话？就我心理上的感激他，然后我觉得我捡到一条命，真的捡到一条命。傍晚的霞光，在气象人员丰富的经验中，明天可能将有一个令人期待的好天气。只不过高山上的瞬息万变，任谁也不愿意太过笃定。这一顿有如大年夜般的围炉夜饭，让我们在北峰的最后一晚不再辗转难眠。9点钟的例行观测，天哥和有几只的熊熊已经嗅出了屋外特殊的讯息。山出来喽！第三出来喽！
山主峰的首次露脸，让我们领略到第一高峰以擎天之姿从海面拔起，傲立海中的王者之尊。纬度在亚热带的玉山位居太平洋气团和大陆气团的交汇处，此刻瞬息生灭的风云壮阔，让我们多日来沉浸在蒸腾的形色中，终于看清了周遭的景物以及闪着金属光泽的太阳能板。这是临行前玉山送给我们的礼物。离别对我个人来说，经常大部分都是空白的。天哥说他邀请我下次应该坐直升机来，我们可以穿着短裤打赤膊在这里做日光浴，想必是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那生命的路程有各式各样的线条，我也不敢说我还会不会再爬着上来这样子，但在这里交了一些朋友，听到一些很有趣的甚至不可思议的故事，实在是很不可思议。这一个过程呢，对我来说跟梦境一样。也许我应该一路慢慢的思考，一路慢慢的沉淀，也许它就会转换成很好很好的作品。那现在要往山下走去，快要慢慢的回忆起它。再见了，我坐直升机来，带游泳裤。再见了，拜拜。靠右边呢。大侠一步步沉稳内敛的带我们在风口的碎石坡上挪移，回首来时路，湿滑的雪地让我们险象环生，才刚要遗忘却又得重走一遭。这样的辛苦大侠已不知上下体验了几百趟。回程中天破云开，遥想北峰上的风向仪和风信仪招展在蓝天下，天哥重复着例行的工作，时浓时淡的云彩带着失望也带着希望。在未来无数个朝晖夕阴、大雪纷飞的日子，北峰一号将成为气象站中的一员，陪着工作人员一起守望玉山。